我答应奶奶要帮忙擦桌子。哦，其实，我也想要跟你玩。啊，真的吗？那要不要先玩？啊，不行啦，我已经答应奶奶了。哦，不然你帮我一起擦桌子，我去拿抹布。啊，哎，我又还没答应。还不要擦桌子呢，你是来玩公主娃娃的。可是，这是大家一起玩的地方，玲玲已经在帮忙了，你也应该帮忙啊。有道理耶。哦，不帮忙也没关系吧，反正玲玲答应奶奶的，玲玲一定会做完呢、啊。去帮忙吧。不要吧。要吧。不要吧。要吧。不要吧。我决定了。嘿咻。嘿咻。我只要玩公主娃娃就好。莎拉，莎拉，我也好想跟你一起玩。好吧，我来帮你，赶快擦完就可以一起玩。耶！谢谢莎拉，下次我也会帮你哦。好朋友，看到家人或是朋友有需要帮忙的时候，如果自己做得到，那就一起帮忙吧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